爱就是音乐，你以为故事就是故事，你以为资讯就是资讯，也许你只猜中了事情的开头，却永远猜不到下一秒会发生什么。午后潮音乐就是不一样的态度音乐，态度音乐，午后潮音乐。这是不一样的态度音乐，这里是九二 Super Radio 五号长音乐，我是林夕啊。今天我们说的话题呢是你身边那些能够提升你幸福感的小事，一点点的小事就可以让我们觉得很幸福，一生无忧。他说，我希望我老公和我一起慢慢变老，我就很幸福。同时祝他的老公生日快乐哈，可能今天是生日哦，祝你的老公生日快乐。还有蓝天发来了语音，我们来听听看什么是幸福呢？一家人在一起，平平安安，健健康康，